旦当选之后，他要怎样去发挥他的职权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跟机会，我们千思万想都不能理解。那么号称要改革、追求社会国家进步的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竟然放弃这样的机会，我们真的是遗憾再三，遗憾再三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我们都花了很多的精神跟精力去收集资料，那么研究问题，再来向候选人提出问题。那唯有让这个立法委员能够受到监督，才能够完满民主的机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政府的官员有民意代表的监督，但是民意代表也同样掌握了相当多的权力，却没有监督的机制，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缺口。我们民间团体的努力就是要弥补民主政治的这一个缺口。以上是我今天的感想，谢谢大家。